地为我们揭开序幕，他们就是幽灵神父。Today, the drum festival will be opened for us by a drum ensemble that originated in Taiwan and is renowned throughout the world. 现在呢，我们准备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幽灵神父的表演。幽灵神父呢，是国际知名的艺文团体，巡演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，在国内外均受到高度的赞誉，以先学静坐、再教击鼓作为宗旨，致力呈现最精致的艺术品质，坚持走出一条道，追寻生命根本的意义，与艺、生活、美学实践的表演之路。现在为大家呈现就是今天的开幕仪式，让我们掌声来欢迎幽灵神父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非常感谢悠游神鼓带给我们今天精彩的精彩体验。悠游神鼓的掌声不仅是最精彩的体验，更能是他自己的一种独特的对象性。